他送我的白雪公主，这给你，谢谢，小星星。好，那应该是 B2 这边才是。你们要不要拍这个？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。啊，还有那个蛋仔，是不是要展示一下？新玩偶。这个一个鲜榨水果绿茶大杯，大杯。哎，你要你冰块甜度要多怎么样？你要什么冰？小冰。小冰。什么糖？正常。正常很甜哦。没关系。啊，什么？正常。正常甜哈。对。那什么呢？然后再一个，我看一下，纯蜜鲜奶绿茶大杯。嗯，好，那冰块呢？我想要加珍珠。那就是纯蜜珍珠鲜奶绿哦，对，纯蜜。好，然后冰块，冰块去，哎，不不不，微，哎，没有微冰，少冰，然后总共两杯饮料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是702，很棒。现在是不是太矮了？我现在都，星星你要长高一点。好了，好，现在我也不知道干嘛了。